奇怪的动物，无限的快乐。第一位，给个面子，能不能不要射啊？剪个毛而已，你要跟我比谁更凶吗？别难过了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的。今天出来玩，今天就是很开心啊。研究人员放了个镜子，想看看狗熊的反应。我靠，我就长这个熊样吗？今天又是慵懒的一天呀。几个狗友发现有个洞，竟然可以越狱。最后一位惹翻了老牛，那是不好办的。